终于不用洗碗了。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盐焗鸡腿，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。再来一点油抹匀。评论区有很多人说没有对象，那可以在评论区下面找一找呀，说不定我也能当一次月老。包好的鸡腿可以用锅蒸，也可以进烤箱烤。打开的一瞬间，香味就飘出来了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